所有挂虑全被取代，来吧，神。
神要满足你一切的需要，神要满足你一切的需要。阿们，神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所有的挂虑忧愁都可以被取代。今天早晨是一个特别的早晨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带着信心，带着期盼，因为我们相信今天一定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。阿们，阿们。好吧，让我们再次举起我们的双手。哈利路亚。我的心啊，你倒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的候神。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歌声。我的心啊，你倒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的候神。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帮助，我的荣耀。纵作我的高台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，我要时时依靠他，我要安静地候他。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统统来唱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你倒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的候神。再次专心专注在神的身上。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得胜。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你倒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的候神。我的盼望是从神，他是我的帮助，我的荣耀。高举我们的双手来唱，主作我的高台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，我要时时依靠他，我要安静地候他。我的荣耀能主作我高台，主作我的高台，我必不惧动摇。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，我要时时依靠他，我要安静等候他。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什么样的光景，今天早晨让我们大大的向神来呼喊，因为他要拯救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盼望。主啊，上一起祷告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早晨就是要来呼求你，我们要来呼求你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救恩。主啊，在仇敌在困难当中，你要拯救我们。上帝，你今天要用你的力量来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。
笑脸帮助我们。兄姐妹大声带着信心来唱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在疾病当中他帮助我们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在财务的困难上他帮助我们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。再唱一次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。再唱一次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闭上我们的眼睛。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慈爱的脸在对我们微笑。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。主做我的高台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，我要时时依靠他，我要安静等候他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主做我的高台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，我要时时依靠他，我要安静等候他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上帝，当我每次思想你的恩典，我们就有说不出的感谢。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盼望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荣耀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。上帝，让我们在任何时刻，我们的眼目都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投靠你。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拯救。向我吹气，我从尘土中被兴起，向我说话，我灵命更新。向我显明，我以生命的我不能依靠，没有你。原谅我曾经迷失自己，以为逃避能解决问题，那只你还默默等着我，双手等我回头。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，用你方式来打碎了我，让逃将的手
费心机向我说话，我灵命更新，向我显明我一生命的，我不能一个没有你。自己以为逃避能解决问题，那时你还默默等着我，张开双手等我回头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只想姐妹，这首歌里面讲到说，如果再有一次机会，要更紧抓住上帝的手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就是那一个机会，今天就是更紧抓住上帝的机会。
不管你前面来到这里之前，你昨天的心情是怎么样，你这个礼拜你过的是如何，今天都让我们更紧抓住神的手。因为抓住神的时候就可以有力量，抓住神的手的时候就可以有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你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好像只是来参加一个活动而已，你来到这地方绝对不是只是一个例行公事而已，不，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是一个突破的关键，在你的生命中是一个奇妙的时刻，因为今天上帝的能力要在你的身上显出完全来。所以不要在乎你的软弱是什么，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举起手来，不管你的状况是如何，今天就告诉上帝说，上帝，但是让我紧紧抓住你，让我紧紧抓住你的手，因为抓住你的手就有能力，抓住你的手就可以有盼望，抓住你的手我就从死亡中能够经历到你救恩的恩典。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向神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上帝啊，今天让我们抓住你的手，上帝让我抓住你的手，哦，主啊，让我紧紧抓住，不要放开，紧紧抓住，抓住你的恩典，抓住你的同在。谢谢耶稣，主啊，让我们更紧的抓住，也让我们更紧的能够来依靠。谢谢主，赞美你，哦，主啊，帮助到我们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跟着情节来祷告，跟着情节来祷告。你今天是要紧紧抓住神，紧紧抓住神的一个祷告。姐妹，今天早晨就让我们来抓住上帝的手。今天早晨的时候，不只是你抓住上帝的手而已，其实今天早晨更重要的是上帝要抓住你的手。我们的手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上帝的手从来不会有软弱，上帝的手是完全的，上帝的手抓住了我们就不放开。所以早晨的时候，让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，不管你今天在任何的环境或状况里面，可能今天你是在病痛当中的，但上帝的手抓住你了。可能你今天在财务的状况中，但上帝的手抓住你了。可能你在忧郁的状况中，但上帝的手抓住你了。今天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求神帮助在我们的身上，让今天早晨让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手。所以不要只有现在抓住，是从现在开始就要紧紧抓住。等一下的牧师的讲道，你要更紧紧抓住神。所以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，求神今天有一句话给你，因为那一句话就是改变生命的话，那一句话就可以让你从谷底中重新能够攀上高峰，那一句话就可以让你的生命转向另外一个方向，转向上帝恩典的方向。所以今天为今天早晨的聚会来祷告，求神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，神话语的能力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，一起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帮助在我们身上，上帝啊，求你今天用一句话，上帝啊，用一句话来帮助我们，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，用一句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突破。谢谢耶稣，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带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知道抓住那一句关键的话，抓住那一句恩典的话。谢谢耶稣，充满在我们身上，你的话语今天进来，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上帝啊，把我们的生命带到更像你的地方，带到更亲近你的地方，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到突破。
突破的早晨，今早就是恩典的早晨。谢谢耶稣，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今天早上经历你，让今天这一堂聚会有你荣耀的同在。今天这一堂聚会有奇妙的事情要发生，有恩典的事情要发生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主要把一切的拦阻都挪开，让你爱挪走那一切，主要我们心里面的固执，挪走那一切我们心里面的软弱，挪走那一切我们心里面的刚硬。今早就来听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谢谢主。一生为你而活，除你以外我一无所有。抓住他，抓住他就有盼望，抓住他就有恩典，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。 Amen 弟兄姐妹，今天是充满盼望的早晨。 Amen、今天上帝就在这个地方。 Amen、而且上帝不是只有高高的在台上而已，他现在就在你的身旁。 Amen、 所以今天你要抓住他。 Amen、 坐下来之前跟你左右两边讲说，今天都让我们一起抓住上帝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抓住上帝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是赐给我们盼望的，而且是乐意亲近我们的神。 Amen。 所以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是充满恩典。 Amen。 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第一次来聚会的新朋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新年教会的聚会，我们想要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欢迎你。所以等一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请新朋友从座位上面起立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哈。一二三，请起立。好，左边这边有几位新朋友，大家可以过去跟他们打打招呼。前面这边也有哈，新结交的会友，请热情一点，跟他们打招呼、握手，欢迎他们，欢迎。啊，欢迎你加入在我们当中。好，也让我们所有的人从座位上面起立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多一点走动哈，不要平常的时候就只是两三个人坐就坐下来，让我们多一点走动，彼此家人之间打招呼。我们有60秒的时间，可以开始去多认识一些家人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想要介绍一首诗歌给大家。这首歌它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。这首诗歌非常简单，等一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。歌词非常简单，它是讲到这是我们征战战斗的方式。当我们今年一直在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的时候，有征战才有得胜。 Amen。 有征战才有得胜。 Amen。 所以今年当中我们会碰到征战，但是我们有得胜，因为我们如同以利沙让他的门徒，让那个少年人看见，在列王记下一样，看见虽然有仇敌围绕，但是火车火马神的天使天军也包围着我们。 Amen。 所以我们征战并能得胜。 Amen。 把这首诗歌献给我们的神。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
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Shadows 围绕，但主天使天军也包围我。虽仇敌围绕，但主天使天军也包围我。虽仇敌围绕，但主天使天军也包围我。虽仇敌围绕，但主天使天军也包围我。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Th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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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虽仇敌围绕，但主天使天军也包围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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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好不好，我很邀请每个人从座位上起立，这是我们的诗歌， Amen。 我们征战靠着神就能得胜， Amen。 所以我想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宣告，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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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声来唱。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Th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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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大声来唱。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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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仇敌围绕，但主天使天军也包围我。虽仇敌围绕，但主天使天军也包围我。虽仇敌围绕，但主天使天军也包围我。虽仇敌围绕，但主天使。最大声举起的双手，一起来宣告。This is how I fight my battle. Th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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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how we fight ou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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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ttle. 给我们的神最爱的掌声，哈利路亚，他是我们万军的耶和华。拍手把荣耀归给他，哈利路亚！上帝是给我们胜利的，给他一个得胜的呼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This is how we fight our battles. Amen. 我们不用惊慌，不用惧怕，因为上帝派他的天使天军在这边围绕着我们。阿门。